从香格里拉出发，大约三小时车程，沿着214国道一路向北行驶。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梅里雪山，运气还不错，云雾不是很浓。途径德清在这个小镇酒店餐饮都有，如果想休息，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在菲莱斯附近有很多不错的地方可以停留一下，在这边有很多酒店的房间是直接可以看到雪山。这里就是菲莱斯的观景台了，导航可以直接定位菲莱斯观景台。梅里雪山主峰是卡瓦格博峰，海拔6740米，至今没有被人类征服过。在藏族人心中，它是一座神山。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，是观赏梅里雪山的最佳季节。这个时候，山顶积雪皑皑。